港巷天花，哇 ！Beyond 澎湃啊！来得奇葩耶！但是我们先上去吧。我们现在呢就搭那个 tram 从我们的饭店去 city center 吧。不在乎。来意大利旅游的你们，说一说旅行的小知识啊！意大利的首都，意大利的首都是哪里？留言告诉我，大家都知道，大家都知道，对对，大家都知道。如果不死不知道的话，现在就没救了。好了好了，如果你们到 tram 巴士所有东西的话，不然都是1.5欧，你买一个票，从那些 convenience store 所有地方都可以买到，1.5欧，90分钟，大到爆。不然的话，你一整天用那个公共交通，公共 transportation 的话，你就可以买4.5欧，24小时，然后24小时不要睡觉，然后就到，就是怎样？喂，我们现在就已经来到米兰的 city center。看一看，人变多了，不是在我们那边聊聊的地方。好了好了，我们看到米兰，你第一个会想到的不是买懒章，香港人知道我说什么，会买懒，该有会买懒章的了。好了，米兰第一个想到就是它，太远看不到。我们现在看到米兰大教堂，它有什么厉害呢？它最厉害的位置就是很美。好了，不要说废话，说一些有建设性的说话，得唔得呢 ？Moose， 为了你们先说一说，这个米兰大教堂呢，施工了600年。你想一想，如果我 Moose。一个人参与，不要说一个人 build 这个那么大的教堂，一个人参与这个米兰大教堂，我要开始做，死掉，起来，死掉怎么起来？开始做，死掉，轮回，再做，再轮回，再做，再轮回，再做，再轮回，再做轮回。我如果100岁死，也要做6次。0岁再 baby 开始。还没会说话，你就开始建米兰大教堂。快要死掉的时候，还是建米兰大教堂，建600年，轮回6次，这可以做到世界最有名、第三大的教堂。然后米兰大教堂还有一个 location 的特点，它是位于米兰市中心最中心。老实说了，我来米兰想到什么，只是为了这个教堂，然后其他的也是觉得是港巷天花。哇，可能说错，但没关系，就是赶上天花而已。但是我现在站在那边不看教堂，看另外一边，反而觉得整个加起来才是它的特别之处。Thank you. Radio.Spero di morire. E poi c'è anche La mano arriva, vuole cambia ora, muove la cabeza, non sa futuro. Con la mano arriva, vuole cambia ora, muove la cabeza, danza futuro. Par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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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para然后就享受音乐，然后他很热情，我也害羞，他看着我笑，然后
住在教堂的旁边，这里有一个很美、很美、很舒服又可以吃东西、买东西的 lane avenue 之类的街，也不是街的，你们配吧。看到一个字，整齐。这里也是一个字，整齐。这里跟那边一样，真的很美。不知道那边可以吃什么，但是很舒服啊。就是晚上下午的时候看一看大教堂，饿的时候就走过来这边吃东西、买东西。哇，看来这个雪糕很多人吃哦。真的跟普通的 shopping mall 不一样。这是我来自香港，我走过很多很多 shopping mall， 已经觉得 shopping mall 是。shopping mall again, again and again， 但是在这里走，感觉是那种澎湃啊，是形容不到澎湃。我刚刚看到两个女生，超级漂亮，很久没有看到。你是看女生还是看教堂？两个都看啊。两个女生都看，她说。然后有一个特点是香港做不到，楼顶真的很高，高挑的感觉。看起来很舒服啊，很 grand， 整个感觉就是。你来了吗？我先问吧。啊 ，OK。啊，刚刚忘了说，这里是我查 Google Map， 它是 Royal Palace， Royal Palace 是很屌，皇家。皇家 palace， 皇家宫殿之类吧。晚上的米兰也是很美耶。其实我们来米兰的时候其实蛮晚的，我们六点钟才出门，没有，就是六点钟五六点，拜，就是我们五六点才来 city center， 然后幸好七点四十五分才下乡，所以我们可以有一个多两个小时走 city center， 这很棒。所以现在差不多吃晚餐吧。我看到很神奇，我们在路上找东西吃的时候，人会近视。这要追溯回去，没有卡的旅程。龟也会近视，近视龟。咕咕咕咕。我看到一个很方便的事，找不到的时候在这里就可以买到，24小时全自助，还有不一样的口味，可以吃来看看。你饿的时候，晚上泡面没有味道，配一个 comfort strawberry。任俊选择。现在我们就来到运河区找吃的。很多人在说 Happy Hour。阿美，这运河是超级舒服。我以为我来到 Amsterdam 啊，有看我 Favorite 的影片都知道，每一个大城市也有一个河，但是每一次都说一百遍，不要再说那么多。这运河区呢，主要就是吃、喝啤酒，很 chill。然后有一些很轻松的音乐，所以我们现在就找吃吧。Perfect， 可能是因为那个温度吧，这里没有很冷，我们就是只要穿一个毛衣，走了30分钟，好舒服哎！我们终于找到运河区吃到饱的地方，它是11欧，超级便宜，包一个 drink， 11欧包一个 drink， 然后你就可以基本上是小小的 perfect， 不来这里是没有错的，给你看看 perfect 吧。好了好了，吃了很饱哎，居然有薯饼，薯饼真的是 number one 啊！所以说你们来米兰的话，米兰吃东西正是要来这个运河区，然后过来这里，很多人在喝酒，我不是鼓励你喝酒，但是他那个 deal 真的很便宜。我们今天下午吃一个 spaghetti carbonara， 12欧，现在这里看吃刚刚那些东西，11欧，还加一个 drink。很棒很棒，吃到饱，还有水果、甜菜，然后 main dish。所以说 ，Will 哥哥呢，现在喝的就是 Mojito。所以说 Mojito 是 M O J I T O， 你不是念 Mojito， Musi， 你们不要念 Mojito， Mojito。哦，哎，然后 Sangria。
我喝的是红酒 mix 一些 fruit。对对，刚刚 Will 哥哥在来，你们不知道有没有看？太晚了，你们那边，你们来米兰的时候，来这个运河区要找 Happy Hour， 中文就是 Happy Hour。嗯，有 Happy Hour 就是进来喝一杯酒，旁边有些 buffet， all you can eat， 就是吃到爆。我们就是在这里，在外面坐 outdoor 很舒服。那一出来看。现在10:30，也是很多人，很热闹。你不会觉得很危险，相比 Amsterdam 的话，你不会觉得脏，没有诡异的感觉，很正气。然后就是这个。我们现在说一说它那个感觉，米兰的感觉。我没有 history， 没有 lecture， purely 感觉。这个感觉真的真的很舒服。老实说，香港很有名 ，Victoria Harbour。很舒服的港口，在香港觉得还是有一点多元，然后空气没有这里好，然后很热很湿那个空气，但在这里不会太少人，然后你不会觉得太暗，因为暗的话又觉得很不安全，香港有那些很暗的地方觉得不安全，在这里刚刚空气好，有一些人坐下笑说说话，你在旁边坐下笑说说话都是一样，然后走路很舒服，米兰真的很舒服。你们来米兰的话，虽然运河区要拍他们，虽然运河区比 City Center 是有一点远，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些后边，看到吗？而且我发现他们就是这个直接运河旁边是，通常大家会做一个缓冲，就如果人家掉下去，他这个没有，他很相信大家，对耶，对耶，你是恶作剧或是不小心，直接你跟你朋友。你跟你男女朋友来，就是可能你们吵架，就是不爽就直接推下去。为什么都是这样？我不要，我不要。你看到这些小巷子，后面不是 Main Street， 就找到欧洲跟香港。我不叫台湾，我之后七月来台湾的时候，我会每一次说话，我也可以 compare 台湾，我会很认真 explore 每一个位置的台湾。你来到欧洲，那些涂鸦哪里都是很美，就是那些涂鸦就是 street art， 哪里都有，就是很随性。看到？喂喂喂 ，Moosey， 我又忘记拍结尾了，不好意思哦。那 Moos， 下一部影片是关于什么的？下一个 Moos 讲欧洲的影片，就是关于雪山，雪山。跟雪山，记得 like and subscribe 哦，下一个影片见。真的很舒服，对着呀。